这里哦，上次哦，这里没什么难度了，想起来了，这里其实不难。来呀，干 好快啊、哦！来呀，诶，再来呀！第一个就算了，第二个是怎样啦？干第二个好空，第二个怎么会有个石头出来？哎，我掉下去了。LIES88145，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好扯哦，好啦，不会再被骗了啦，好没了哈，还想骗我，傻傻的。跟你讲啊，不可能再表到我啦，我现在很小心哦，我现在这么小心，我就不信会表到哦。又坑啊！好啦，真是不会再死了，极限了，极限了！笨蛋，以为我掉下去哦、喔！我操！搞！这游戏，我今天本来很开心的打开粪便，我不要一打开你们就这样弄我好不好？好啦，再来啊！我操你妈的！看到底有多少陷阱啊？这陷阱太多了吧！陷阱真的很扯，靠腰，那我这条怎么过啊？哦，这样，嘿，没了吧？哦，再来啊！啊、哦，失误了。好啦，应该是没了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，这应该就极限了。好，稳，好，成功过关。好，再来，我们都要假想，剩下的都是有陷阱的地方。你看这个绿色的草皮，一点就。我觉得有问题，好，没关系，不意外，真的不意外。我稍微想一下，我觉得这根针会飞起来，这根针等等就会飞起来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奇怪、欸，没有啊，这里过不去哦。我大概懂了，就是这里。这里应该是跟陷阱一样，我可以直接掉下来，就像这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好啦，已经都看透了，这关的所有的陷阱我都已经看透了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再死。好。嗯，我想一下，再来应该是就我玩粪便多年的经验来说啦，差不多了，不会再有陷阱了，对吧？你看还想表我，天真呐、啊！那么简单的东西，以为我真的会上当？哦，打 boss 了，打 boss 了，打 boss 了！哦，嘿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这种速度，怎么能打死我？太慢啦！哦，吓！哇，死了！哎、欸，我是要去射上面那个东西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好了，先闪好了。这代的粪便有些不用打人了，有些不用打怪，撑到时间过你就赢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在射上面那台飞机啊？啊！噔噔噔噔，来啊，小苹果，砸不到我的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是花吗？还是什么？哇！喷出了一颗红红的东东，慢慢的扩散开来。我操！有点强。吓！漂亮的走位，
来来来来，再多的苹果都射不到我的。好，我懂他这招怎么闪了、啊，这招不难，他就只是有一种规律性啊。你看他这种规律性，就抓着一个很好的时间点，其实真的不会很难闪。你看我这个闪，老爸，老爸，你干嘛忽然冲出来啦？奇怪、欸。这什么、啊？有乌贼，乌贼在那边射来射去的，好漂亮的闪躲！哦哦，乌贼打掉会爆哎、欸！好，打死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好，我们这个稳稳的闪过这个，然后等等要小心，老爸会冲出来啊！这个就好闪了、啊，然后等等老爸会冲出来，老爸要来了，来吧老爸，这么近，哎呦，吼吼吼吼吼，太天真了老爸，这么慢的东西怎么打到我？小年轻。差不多要过关了啦，应该差不多。哇！哎呀，那个 baby， 哦，就就就，小绿人呐、啊！哇！哎呀，干，被劈死了！哪儿大大 ，Aris 一 ，Aris 五二三六，感谢订阅亚心，五二三一六久等，感谢订阅，久等了，恭喜！哇、哦，越来越废。臭乌贼，射爆你！臭乌贼，啊操！吓死我了！好，我们闪过这个红色的球球。哇，他这三个好像有点，哎呦哦，打打打，可以可以。好，老爸的跳弹会跟踪我们。哎、欸，老爸你是踢球，你在抖什么？干，在那抖屁哦！订阅不知道为什么停了，变成一等 QQ 下场可以玩 MID 码波浪符啊！波浪符为何感觉砍了一大刀，比赛还是照出？你说哎、欸，可是我跟火龙丢哎，火龙应该是要打中路了，我下场应该会打 jungle 了。哎、欸，你是说奈德利还 mid 啊？你刚才说 mid 还是奈德利？我看一下啊，他是奈德利吗？我刚没有，我聊，因为我刚才记账，看一下。哦，你是说奈德利哦？可以啦，当我奈德利改版后，其实我没有很想玩，但没关系，我下一场就玩吧，好不好？下一场就玩奈德利了。我很久没玩了啦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没那么强。然后帮你 QQ 订阅从一等开始算啊。
我操嘞！好了，我要专心打了。那你们看看我的真实力啊！我实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看好多东西飞来飞去哦，这个等等会爆裂哦，爆裂吧！好，好，我们这边开始稳一点。好，我们闪过那个那些红色球球，红色球球。哇，这次感觉蛮稳的，它红色球球就一颗，哎，来啊，老爸！以为这点跟踪就打得到我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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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哦，不错不错，王爷小绿人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就保持一种节奏，就像这样。怎么有一个粉红妹子出来啊？哪来的粉红妹子啊？啊，那刚刚只能往左边闪哎。冯妹子会忽然从右边冲出来。靠北啊！干，你要从左边闪，我不知道那里会有个粉红妹子冲出来哦。不错不错不错，保持这种手感。哦 ，nice 哦！来来来来来，现在已经可以了。好，漂亮的一个跳跃。好，那我们再闪过老爸的跳跟踪弹。好，老爸跟踪弹，完全没问题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来来来来来，小绿人，糟糕，完了！我好像被粉红妹子撞死了，不要粉红妹子啊！不行啊，不够左啊！我刚不够左边呢。呵呵，呵呵，呵呵，你看看你这么慢，怎么打到我？好快呀！好，不错。哇，他是丢三颗哎，我没什么问题啊。哇，等一下哦。好啦，这次不会再被击中了，这真的没有很快。你看我这个走位，有没有看到极限的闪躲？好，我们完美的闪过这些红色球球，轻轻松松，完全不用扭，动都不用动。老爸出来，老爸使出了跟踪。哦，哎，这里老爸会直接被哎 P 挡哦，老爸，哇，他是内格了一下，呵呵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都从这里。好，我觉得这蛮稳的。好，这次就很稳了。
后面就看到一个天使。到底这关到底有多长啊？啊哇！哎、欸，奈雷被 ban 了，我没办法拿了，抱歉抱歉，奈雷这个角色被 ban 掉了，所以这样没办法选哦，我换其他只好不好？想玩个酒桶哎、欸，玩酒桶。纳尔大大，纳尔大大 ，Steven 30199，三等，感谢订阅，感谢 Steven。If you want, I'm in.我发现好像射他，他攻击会就比较少。哦，这个有点近哎，没问题，这个也没问题。糟糕，哦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哼哼哼，再来呀、啊，老爸。浅浅的，好，这次就真的赏好，我们这轮赏好一点好不好？好，这次就不错了，这次绝对没问题。好，粉红妹子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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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哎呀！再来呀！哇，他橘子，他为什么苹果都要丢上面呢、啊？神奇宝贝都怪怪的，好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两颗怎么还没消失？哇哇，没有消失！这三颗要干嘛？快消失哦，走开！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好，这次就真的没问题了。好，保持这个节奏哦，这节奏很棒很棒，不错，问死。粉红妹子喷出去啊！这么慢，怎么能打到我？粉红妹子，哇，都没有射射。直接拿手机砸我，靠背！干他靠出去手机来砸我，直接秒杀！虽然我很慢，可是我很大，真的好大哦！那根粉红色，对方秒杀了。小苹果很慢，打不到我。一群苹果太慢了，完全摸不到我、啊。好，各种闪招，红色球球爆了开来。接着我们一个漂亮的走位，成功的闪过了红色球球。老爸出来丢了颗跟踪弹，但是打不到我们。老爸提挡，不知道什么，在那边抽筋抽蓄，被抽蓄了，老爸。
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这场很顺。小绿人的攻击很漂亮啊！好，苹果，小苹果，打不到我的。还有谁？其实像前面我是前面都可以过了啦，我前面已经玩到非常非常的顺了，基本上我前面不太可能死。你看我这个操作，好，等等那个小绿人出来，我们就一个漂亮的闪躲。好，小绿人，好，这个节奏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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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节奏。嘿，粉红妹子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但被你的手机给砸死了啦，再来啊！再来啊！砸不到我！干嘛啦？这是要跳上去啊！哇，好像跳上去，不然会被砸到。哎呀，感觉刚刚要跳上去了，在下面一定会被手机打到。吃鸡哦，轻松啊！好，我大概知道真的要怎么过了。真的应该是那个手机好像已经打到我们要跳上去，真的要抓准时机往上跳啊，然后躲到左上角，躲到左边那个平，要躲到左边那个平台。真的妹子那个手机砸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到左边那个平台。又下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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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很棒。好，我们先闪过这些东西哦。好，就剩现在。哎，我碰到手了，好悲，我被妹子的手给秒了，我到她的手了，她那个尖细的小手竟然能把我秒杀，奇怪，那怎么过啊？我跳不上去耶，还是我要先到楼上啊？那纤细的小手真的太厉害了。哇，还是我换打法，我才有去上路耶，好像不好耶，因为上面那个飞机很棒，你要先射下面东西把它打死。还是其实根本不用上去啊，抓好时机，搞不好可以闪过那个手机攻击啊。
完了！哇，干，差点跳过去了，差点我就可以躲到左边去了。哇，刚才也打得到。吵死了！老爸怎么可以可以抖成这样啊？好，好，哎呀，没有，最多跳两次而已，只能两段跳。别再抖了，抖屁抖！寿杰跑了、欸，那应该要去电竞馆了。呵呵，哎咻，哎咻，再来啊！哦，好死啊！干好了，真的，我觉得。不能再输了啦，没理由一直卡在这边呢。那妹子感觉就没有很难过啊，只是要想办法跳上去而已。啊！呵呵，呵呵，是我啊。OK。啊！来来来，射，都射！为什么？哇，连续两颗！好，这次一定要过！抖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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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快逃！不错不错，好，我成功逃这里了。妈的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对面就有东西可以踩，我就不能踩啊？为什么我踩不到啊？我被骗了！这个东西是假的啊，根本不能踩啊！妈的！看被骗，妈的骗我！做成给踩的干嘛啦？好，我不会再被骗。那我大概知道怎么闪了。我真的是无言哎。哇！
来。稳稳的闪过，漂亮！打靶出来，丢了颗跟踪弹，完全打不到我，没问题。又一颗跟踪弹，然后我死了。嘿嘿嘿，射不到我吧？哦，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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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我是该认真了。我现在全神贯注，不说话。通常我这时候很快就赢了，感觉你们这关也看腻了，我是该过了。我来学小草，你们看过小草跑卡丁车吗？小草跑卡丁车真的超神，然后他都这个表情，这个角度。好，我要学小草了。小草月，卡丁车车神。好，这样，那就看镜头，提高自己的专注力啊。古有小草卡丁车神，今有 Win 十粪便神，马上为您表演，马上表演给您看 ，Win 十如何轻松过粪便。来来来，看好我这各种闪招。首先，他丢出了三颗红红的，完全没有问题，轻轻松松打不到我，太容易了。老爸射出了跟踪弹，但不用紧张，因为打不到我们。太天真了，老爸，这几颗这么慢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打得到我？很好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扭动抽蓄，有没有看到漂亮的闪躲啊？这边。我跟你讲，不会再死了，就趁现在赶快上去。哎，我闪。我在闪，好，闪过了。好，打多一场了，打这场就进更了，打完这场就看比赛吧。哎呦，嘿嘿。嘿，嘿，我觉得不要上去啊！我就在下面躲手机好了。啊！被雷劈死了。呵呵，呵呵，哇，好抖啊！好，手机就是现在！哇，手机到底要怎么闪啊？是不是要跳上去啊？好烦哦，妹子的手机一直把我砸死哎、欸！嘿咻，
好。哇，金盖了，金盖了！什么血汁啊？还好还好，没事没事。我用最快速度选角啊，干还是死啊？哇，这两个好险！好不错哦 ，nice， 闪过了，哈哈！我操！没关系，知道怎么过了。然后还有圆月刀啊。哇塞！吓死我了！哇操！太多颗了。死去。啊，打多少场了？